消除不是差比较多啊，我刚刚我觉得我都消什么呢？这样子消得够干净的吧？你看那个集气速度应该有差吧？反正就是要在四回合集满。满了吧？哦，满了满了。然后这边就是，他要你攻击猪要强化猪，所以但是二消其实不太怕这个，因为你做个五颗，他一定会先降的啦。先降强化木有没有？神控的神控的，开个龙科就过了。所以就是记得要做强化猪猪啦，他没有强化的话，赌到他会天降强化的几率其实也不低啊，因为二消就容易天降，这样子就可以靠这个龙哥过去。自己也尽量要认消，我知道，但是我是想说时间的关系，我是想说快点打一打，不然你自己四个队员。都挂任意消除符石就可以集气那种，也会比较好。我这边是要洗出我的埃及，埃及还有一回合，这边可以开木屋了。那因为他后面都没有附加消除了，就是木开的就是一直，这边就开这个木龙兽，滚蛋应该就死了，血不多。消除木符石，你集气速度会比较慢啊，一定要消除任意符石的。这边先指定左右的吧，其实也可以做全体的。好，这个应该是够了，这个天降。CD2 safe。不用攻击强化猪也可以无视龙哥，是哦。所以不用攻击强化猪开龙科也是可以破无主盾的意思。因为刚刚是有人说要有那个强化，这队真的是随便乱转的，随便乱转。
这三次可以哦。哦，好吧，那就更正一下，更正一下，大家都有听到。他二小打九康盾就完全没有烦恼，完全没有烦恼。现在还要一回合，好，下一关是他会把你的暗锁定，暗锁定这边我是暗锁定这边我想一下，我开这个好了，哇，这样子打不死，不能下刀，两组不知道打不打。哦，开始玩了。苍蝇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好多队哦，这边呢，开龙哥还是怎样？这边开主角了啦，下一关开龙哥，哇！还是这一关开龙哥，下一关开主角，随便啦，这边开主角好了，我看看好。大家应该都有看到吧？我是手滑，我是手滑。我的要被解套，你有看到吗？你有看到？你觉得好笑吗？干完全是效果啊，大家一定看得出来，我相信大家是聪明人，一定看得出来。我们这边哦，做强化珠，拜托不要消掉，不要消掉，大哥，开龙哥，其实他是越攻越强啊，所以这边其实也不会死，大家不要担心哦，这边其实也不会死。没有，我刚手滑啊，我刚刚真的是手滑啦、啊。哦，这边好啦，再全开啦，啊也没招开了啦，就这样子啊。好啦，过了过了过了。哎、欸，刚刚开主角是怎样？一起哦，一起。开主角一 combo。好啦，好笑就好，大家开心就好。证明二肖你开主角一 combo 还是会天降的。
这样。啊，这就二消队的打法齁。啊，再讲一次，就是如果你没有这个龙科的话，你就是两剪单头，用切水果的，切水果，切切切切切，哦，切水果的做出五组强化，或者是这个龙梨做出五组强化，啊，不然就是用这个，用什么？用剪 CD 的龙科，木的剪 CD 龙科哦，然后你就是里面就放一只木妹，两剪单头，再放一只木妹，然后里面全部带火的，就一定会剪 CD 剪到木妹，那你就开木妹，它就死了。